住在那边之后可以安心的去工作。以他们现在年轻人的收入来说，不是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。很多人都对我们的小孩啊都很友善，有一种归属感，所以你会很想早点回家。这边有无障碍设施啊，很方便，洗澡也方便，可以安稳的住的地方，那就是一个幸福。我们会一直努力，让每个人住得美好，负担最少，一起宅在幸福里，社会住宅。